你都乱请了。现在在换谁啊？没有人喊，只是换我。哎，二四六八，八个人，等下组可以分两队了。好久没分队了。哎，打个 team 的啦。对啊，打 team 的，打 team 的。我们等一下分两 team 的。好，分两 team。哇，老师。还是要三个人一队。没事，继续。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就对啊。打到哇！哎呦！那每个人都可以电到校长呀。至少要。怕被他电。校长开枪打双打。没听到？啊，传播警情期间好。所以那个校长第二个还没生出来，所以现在运气应该还好。哎，第二个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那一定还会有第三个啊？没有啦。一定要生男的吗？男的可以啊。我说你一定要生男的吗？没有啊。你刚刚听吗？哦，好有肉多啊！天哪，今天宝哥跟 Daniel 一样，一直往外打。Daniel 他心中的那个什么积分板都是那个打往外打几颗，我今天打出一点三颗。所以说 Daniel 他其实练的不是打那么多，他其实打。对。打到多少人呢？没有，他因为他跟他以前可能对棒球有兴趣，想看打多远。这样我们去中国比赛会不会被打？不要进，不要进攻人家对那个进攻对手的脸。没错。你要跟大会建议啊，说那个要他不说。